他这个第一场打的就是北京国安，在工体，嗯，当时踢的其实也不好，也是这种畏手畏脚，但是慢慢打出来之后，你会发现能力确实还是挺强的。是，你看这一脚转移，左侧啊，韦世豪单挑，自己打，好球，漂亮！哎呦，韦世豪，世界波的进球，世界级的表现。这韦世豪这个属于开挂的表现。你还能说什么呢？对吧？这个有点逆向镜像版卡里斯卡的感觉，一个内切起脚直接勾远角。没错，我也在想，能打出这种球，在我们印象当中，对吧？最近的是像奥古斯托，对吧？绝杀的时候去打这种球。那我们自己的本土球员啊，韦世豪，你再来看切过来，多自信那一脚打的。哎，